收看大型体育娱乐游戏节目《全民向前冲》。我们是一档全民健身、全民运动、全民参与的节目，欢迎电视机前喜欢运动的您参与到节目中来。今天我们全民向前冲带领 Dix 家族来到了红旗街万达广场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将进行一场趣味的游戏大赛。站在我身边的两位呢是两个的队长啊，我先问一问啊，来，你们的队名是青春活力队，你们的口号是什么？死队出征，寸草不生。耶！我们的队名是什么？少男少女精英队。我们的口号呢？红队向前冲，紫队寸草不生。耶！都是都一样的呢吗？口号怎么都一样呢？问一下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就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游戏环节，最佳拍档。最佳拍档，每队四人参加，两名队员套上拉力带，推着白板朝两个方向跑，白板推到队友面前即可进行拼图，率先拼好的队伍获胜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平时锻炼吗？锻炼。都喜欢什么运动？健身、打篮球、徒步。哎呀，我也打篮球。行，能看出来我打篮球吗？能看出来，打内线的。我打后卫的。那一会儿看你表现了啊。好，好。来，老弟，把眼睛睁开，说话。你是整两句。你看对方这个高大不？你觉得一会儿玩这游戏，你能不能整过他？不能。睁眼睛说话能不能？能。哎呦，这家伙，一会儿好好表现啊！想用你的方式去没踩着啊，没踩着地，没踩着地，那你踩哪儿了？踩在脚上了，踩脚上了。这一轮第一局啊，我们那个精英队获胜啊。
寸草不生。那个你这拼的拼上就行，要是结果别看中间空隙啥的、啊、空隙有空隙是不是，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拼上了对不对？对。你是输在哪儿的？感觉就起步是吧慢，完了有劲往那边一直拽，起步慢了。嗯，这需要跑吗？不得那个加劲吗？加劲我看那个技巧不就是拉，他比我高。他比你高啊，但是你底盘比他稳的应该。啊，那劲儿又没太大了，就差四个板。嗯，对。这个差四个板。这个游戏你觉得那个技巧怎么样？技巧我觉得啊，就是拉绳这个人需要臂力、嗯，其实都不需要他咋动，只要他手就是一推他就过去，之后他就这个板一直在我这边，他就那边就指定捞不着了。吉林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大型体育娱乐游戏节目《全民向前冲》闪耀登场，比赛现场激情四射，趣味十足，全民健康，全民健身，全民运动，全民参与，来这里全民齐上阵，快乐向前冲。记得为健康而跑。一切精彩尽在吉林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，每周日17:13，全民向前冲。经过第一轮游戏我看了一下啊，我们的作品两队最终打平啊，下面让我们进入第二个游戏环节，疯狂的衣架。疯狂的衣架，两队各派出4名队员在起点站好，1名队员跑向衣架穿衣返回，四人在衣挂不能离开衣架的情况下依次在起点穿好衣服，跑向终点折返，用时少的一方获胜。技巧呢？就是快，没有啥技巧啊，就是跑得快呗。跑得快呀、啊，咱们就是快。除了快以外呢，因为我觉得好像是我们瘦，对，赢在我们瘦体型上了是吧？对，苗条，对，苗条就是瘦。
我看这个第三个你进去的时候可能还好一些，就是脚走的时候你们的我得这造型，是怕踩脚是吗？对，啥怕绊后边倒了就把腿劈开一点嘛。啊，这就是这个游戏的技巧。对对对。那你呢？你最后一棒我觉得压力挺大的。还行啊，因为进去以后可能说空间呢很小啊，然后呢走的时候我看你的脚就是往外会更那啥，对吧？还行，就是这个游戏总体来讲一下，我们很强，除了强以外还是强。那新年了，有没有什么想对家人说的吗？喜乐平安。是不是头一回参加电视节目？嗯，对啊。什么感觉？心情怎么样？挺激动。这个游戏比较创意，但是我觉得刚才喊口号的时候你还蒙圈呢，但是在游戏玩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就是头脑很清醒，思路也很清醒。慢热型啊，慢热型啊。那以后现在游戏一定要更嗨，好不好？那妥了。来回要走四圈是吧？是的。除了体力以外还有什么？就是配合吧，一定要默契，团队协作是吧？对，要有团队精神。我看你这有点喘了是吧？累了。对。你多大了？14。这么年轻怎么就感觉这两圈下去就累了呢？平时缺乏锻炼。不缺乏锻炼，就是沉迷学习无法自拔。哎对呀、啊，这个游戏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玩的，除了好玩以外有什么收获呢？团队协作很重要，而且要平常加快穿衣服的速度。平时穿衣服觉得很简单是吧？对，就通过这个集体做这个合作游戏，然后共同议价，大家觉得这衣服穿的不够人用。对，而且还要减肥。要减肥是吧？对，累不累？啊，也挺好啊。你跑了这四圈以后，你回来以后你总结一下这个游戏你的感受是什么？就是这个衣服架太沉了。你作为最后一个那个接力的，从回来以后这个感受是什么？我感受啊，就是同学你们该减肥了，我进不去。就是那就2019年我们不光要减肥，其实是为了更好的身体，对吧？为了多运动，好吧？好，好嘞，全民齐上阵，快乐向前冲！手 DKS 家族大显身手，红旗街万达广场上演游戏大比拼，最佳拍档默契配合，疯狂衣架欢声笑语，你换我猜导演上阵，开启最强大脑，
一切精彩尽在吉林广播电视台《全民向前冲》。草不生了，我也要上电视。全民齐上阵，快乐向前冲！全民齐上阵，快乐向前冲！特一堂营养配方粉，全民向前冲前指定品牌。运动后的固体饮料，选特一堂。Dickies 吉林广播电视台全民向前冲节目指定服装品牌。感谢雷硕文化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进入下。你画我猜，每队派出六人，一人根据词条画出相应内容，其余队员猜出所画内容，计时三分钟，答对多的队伍获胜。你们过来说几个完事了啊。
这有三个字啊，看看这是什么意思。问题还是你们就觉得确实是没想到，确实是没想到，太抽象了。好，嗯，就一个圆中间几个点根本不知道它表达的是什么，然后还是三个字。猕猴桃应该是它外面那层不是点画的太抽象了，就画几个斜线能有这种毛的感觉，还能猜一下。应该分开画，分开画。对，就是先画一个猴，下一个谜，然后画一个猴子，然后再画个桃。哦。
背扣。漂亮！真的，要我也玩。陈圆，漂亮！再这样，这么好吧？全民齐上阵，快乐向前冲！下期节目再见。来个一起比拼。来，老弟，那眼睛就开始画。你试试整两句。没征婚，没对象了，没对象了，没骗对象啊。第一次上电视紧张吗？来，你这次赠上万达七街万达二楼，你看怎么样？本节目由吉林文投集团特约。